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馆。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啊，他来的这个诊间来的时候啊，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手会痛。这个手痛的一个情形啊，好像有时候是这样抽痛的那个感觉啊，不是说一直这样持续的一个痛，抽痛这样子，但是非常不舒服的那样一个情形，好像皮肤变得比较敏感。好，我们看到他手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这看这个手似乎大家也没觉得怎么样，会不会以为是因为这里啊贴个 OK 棒，是不是这里有伤口的情形啊？不是，他疼痛的位置是比较偏外侧这个地方啊。那仔细看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有点点红红那个情形啊。那到底是红的情形是怎么样子？我们再稍微放大来看，有一点点水泡的那个皮肤的一些病变产生出来。那范围周围有一些红红的一个状况啊。那那些位置啊，就是跟他疼痛非常符合的那样的一个区域啊。那可以看得到手腕这个地方也有一些红红的情形啊，这里啊也有一点点红红的这个疹子产生出来。奇怪，这个是不是被蚊虫叮咬到？造成啊是个蜂窝性组织炎，所以啊，因为淋巴液循环的关系啊，所以感染往上，所以有这样一片红的这个情形啊。没有，局部那个地方摸起来也不会明显觉得它有热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不是说蜂窝性组织炎啊，这个是什么？疱疹，带状疱疹啊。奇怪，带状疱疹也会在这里啊？不要惊讶，待会会跟大家谈到，给大家看到很多你想象不到，到这带状疱疹竟然会在那样的地方出现的这个情形啊。这个病人我们就给他这个诊断以后，给他一些局部抗这个病毒的一些药物擦拭，然后止痛的药物，让这个疼痛能够减轻。那经过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原来啊那个比较红的那个疹子啊，于是啊也就变成比较干，然后原来比较红的那一片区域啊，也都变得比较好像这个怒气啊已经平息下来，颜色啊就变得比较正常那样的一个颜色，那往上的那个红色的部分啊也都已经完全消退掉，所以治疗的一个效果蛮好的。只是说怎么会去想到那个地方也有可能是会产生出这种带状疱疹来？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我们待会就会跟大家报告。那想到带状疱疹，大家想到皮爪啊，皮爪啊是一样的意思啊。可是啊，就好像一片皮肤啊，有点像蛇那样的一个影子在啊，这个是典型的带状疱疹那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出现的这个情形啊，就是在这样一圈的这个状况。所以很多人呢、会想到说这一圈呢、那非常疼痛啊，非常不舒服啊，所以想到就是说，万一啊，这个是一圈是这样子，假如另外一圈也形成的话，这个形成整个啊被包围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造成生命的一个危险呢？没有，带状疱疹不会变成整圈啊，这个也是待会我们从解剖的构造病理的一个情形跟大家来报告。所以临床上它出现这个症状，有时候就会讲说啊，这个医生啊，前面那个医生啊，假如你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那个疹子出现了，看到这样的一个疹子啊，上面有一些水泡的情形，那有些还没形成水泡，就是红红的这个情形，然后看到这样子一大片，如果看到这个还诊断不出是带状疱疹，恐怕这个医师啊也是啊，需要再考虑，学习啊。可是他假如是你跟他诊断看到这个情形，这也不足为奇啊。然后他又跟你说，病人跟你说，怎么前面那个医师啊，我那时候痛的时候没跟我讲说这个是带状疱疹，那假如早知道的话，是不是吃一点药能够抑制这个带状疱疹的一些症状，让他现在就不会这么出现这么一大片的这个疹子啊？其实在初期啊，前3天4天左右的时间会痛，但是那时候疹子还没出现。在痛的原因里面，事实上有很多啊，这个带状疱疹只是其中啊
千百种原因中的一个啊，是不是能想到这个？有时候是它困难点啊，但是要有高度的一个怀疑，尤其从疼痛的一个分布区域啊，要高度怀疑。那出现这个疹子以后，大概经过也是经过三四天左右的时间了、啊，它慢慢的这个疹子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然后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这个疹子就会消失掉。这是一般人所熟知啊，带状疱疹存在的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大家所熟知存在的位置，就是在脸上。这个脸上啊，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呢、啊，这是我们脸上啊三叉神经啊，这个第一个分支啊，它所管辖的区域啊，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疹子。那经过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呢、啊，大家也看得到，这个有些疹子啊，水泡就完全愈合；有些假如破掉的地方，它还会有一些结痂。那么经过也是几天，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这个结痂也会掉。所以将来会不会产生厉害的疤痕，也不会。所以好好的一个治疗，它的一个效果应该都是不错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知道，疼痛起来，尤其看到疹子发作起来，这都是让人家忧心忡忡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有些人就会想说，是不是有些什么好的方法让这个疼痛给它降低啊？于是啊，就有一些偏方或者是草药，局部来敷用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刚刚看得到的是在三叉神经的第一个分支的地方，也就是在眼皮上眼皮那附近啊。第二个分支啊，就是在我们的脸颊这附近啊，可以看到它肿的情形啊，蛮厉害的。那又涂了一些不晓得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结果就造成这个局部的一个伤口啊，比较留下一些影响啊，这个退掉的一个时间就会延长啊。因为如果这样的一个药膏刺激性又太强的话，那么也可能造成局部的除了原先这个疱疹病毒的所造成的皮肤的一些影响以外，也可能续发一些感染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治疗起来就让它愈合的一个时间会拉长啊，那将来在脸上留下一些痕迹的一个机会就会比较大。这个是刚刚从头到这个脸颊，还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不只是这里有可能是三叉神经第三支也有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可是也不止啊，不止三叉神经，像这个也是病人除了这个疹子以外，出现很明显的局部的一些疼痛的一个状况，在颈部皮肤也会啊，所以肚子、颈部、胸部这些都会产生出这样的情形啊。我们再看背后。头皮这个地方甚至于也会啊，大家看到不是这里，这里是局部有一些这个钉子的皮肤啊，有一些感染的这个情形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都是啊疼痛的一个部位，然后有一些这个带状疱疹所产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啊。那绝大多数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出现这些病灶，然后在疼痛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给药物做好好的一个治疗以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少部分呢，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些并发症出来。譬如说，这个并发症是这个疱疹已经是好了，但是呢，局部留下很多的疤痕出来，这可能跟当时的一个治疗造成感染有一些相关。除了这个状况以外呢，另外还有所谓的带状疱疹以后所引起来的神经疼痛，这个就是说疹子已经出现了，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可是局部还是非常疼痛。这个疹子已经好像是云淡风轻啊，已经变成甚至于消失了，可是呢局部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神经痛啊。这个有时候还是会碰到这个情形。那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当然要请神经科的医师啊，那么局部的一个药物的治疗啊，那么必要的时候疼痛专家们也可以使用神经的一个阻断的一个方法等等、啊、来给他做一些帮忙啊。背后也是啊，这些会形成这么厉害疤痕的，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啊、当时处理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要跟医师配合，不要用一些有的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药，草药或者是偏方等等的，你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它局部的腐蚀性很强的，疱疹的时候已经皮肤有一些病变，腐蚀性再强的时候，当然就可能产生这样的疤痕了、啊。上半身我们看到蛮多，其实下肢也可能像这样，这个也是带状疱疹所产生出来皮肤的一个病变。那带状疱疹啊，为什么会产生？刚刚讲为什么只有一边不会两边的情形，最主要跟它这个水，它这个病毒啊，也就是水痘的病毒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水痘，那它水痘好了以后，皮肤的这个水痘的病变好了以后，这个水痘病毒会跑到我们的神经节这个地方来，这是我们脊髓神经神经节这个地方来，它在那边要安居乐业啊。那么有一段时间，有时候就是好像不安于世啊，就会跑出来啊，肆虐一下，那于是啊，就造成这个部分的这个
皮肤的一个疼痛跟病变产生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当然要根据他这个情形来给他做治疗，治疗效果也都是蛮好的。所以皮肤啊，因为有神经啊，所以啊，疱疹带状疱疹也就会在皮肤的地方无所不在。感谢您的收看，再会。